我们松竹园在地经营了30年，那我们很开心台菜这一次受到那个国际的肯定。对，那我们松竹园主要的菜其实我们都是用那个当地小农就是自野自耕的野菜，那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新鲜都是看得见。那土鸡的话我们也不会有添加任何就是生长激素，对，我们都是让土鸡在就是天然阳明山的空气跟水，然后在牧场里面天然的放牧，所以说我们的土鸡肉肉质是非常多汁而且扎实的。那我觉得这一次就是真的很荣幸，我们松竹园就是在努力了30年，然后各位老顾客就是在这次的疫情当中老顾客还是非常的捧场。那我们也推出了黑猫冷藏宅配，那我们也都是现点现做的，对，那所以新鲜各方面都不用担心，那很感谢老顾客的支持。因为原本是我们婆婆这边在经营，对，那第一代他们可能对网络行销这一块比较不理解，那后来我们年轻人就有建议说我们现在要做线上，我们要做宅配，我们要做真空冷藏，我们才能把我们在阳明山，因为毕竟地段比较远，离台北市也是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必须用那个就是仓储冷藏宅配，才可以让就是台湾各地的人都可以吃到我们的美味。对，那所以我们就很快速的架了宅配的平台，然后跟黑猫签约，然后做冷藏真空，然后进了这些设备。对，那很感谢老顾客知道我们有在做冷藏的这些消息，就是很快的就上网订购这样子。